Natira'a! Taipei是属于法属波利尼西亚，除了是著名的观光胜地之外呢，我们刚才看到的大溪地舞哦，也是在全世界盛行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舞者们呢常常会使用新鲜的花草啦、草裙啦、椰子壳啦、贝壳等当地常见的素材装饰在服饰上面哦，借由大溪地的舞蹈，诉说大溪地。